中国上空上方在威胁咱台湾，因为入台湾停台湾，中国都暂停发签证予入台湾。即阵连咱的晶片的技术，伊嘛想要偷摕。咱驻美代表朱大雷接受路透社访问，讲中国少想要用骗的、用拐的偷摕台湾的技术。朱大雷是认为讲，亲像美国禁止甲晶片卖予中国，伊认为是有必要的，伊嘛赞成这款做法。为了晶片的先进制程技术，中国最近用抢人才、商业间谍的方式偷摕技术。台湾最近我那查到几落件中国涉嫌非法抢台湾的半导体人才去中国公司任职的这个案件。咱驻美代表伊大雷接受路透社专访，也赞同美国对中国采取相关管制措施的做法。They cheat and they steal technology, etc. So by imposing these measures towards PRC.I think is needed, and also it's an effective way to hopefully make PRC comply by these set of rules that we all follow. 伊大雷是讲，美台是坚定的合作友伴，台湾透过军购方式，用伫提高自我防御能力，强调今年台湾国防预算占 GDP 的2.45%。This is highest ever in our history of defense appropriations.Which is equivalent to $19 billion, and I think as is needed, we will also adjust our military budget accordingly. 中国对台一直施加压力，唔捌停。一月底，高雄雄暂停核发签证后，立场优待的立陶宛，无任何的解释。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搁再直接指控中国对因施加压力。立陶宛成为北京在施压的一个对象，也是这个中国大陆在国际场域里面持续的对台湾外交施压的一个方式。巴丹群岛它的基地建设完成之后，未来就可以跟台湾的南端形成一个防务的连线。我们的防空反潜能量虽然说不弱，但是如果说能够有邻国的协助，那当然是最好。为了防范中国势力扩张，根据偏颇的报道，菲律宾计划在上挖进台湾的巴丹群岛，加强军事部署加基础建设。军事专家认为，除了有助台湾抗中，菲国也会当因应中国在南海制造的紧张局势。记者综合报道。